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继续轮船，今天顺利返航，历时131天，总航程超过3万海里。本次考察队在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的情况下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，取得了重要的科学成果。 核心技术研发取得一批新突破，正在重塑我国南极考察优势学科和前沿技术的领域格局，在西风带关键海域成功固放我国首套全球第三套监测浮标，标志着我国在极端环境下的浮标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，将显著提高我国南大洋海气冰相互作用的观测能力。 匀速。这是你看，把灯往上冲。我们的雪龙二号可以说是目前在南北极考察中啊国际上最先进的船，这可以说十年磨一剑。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，我们。 有更加好的这样的考察的设备和条件，更加先进的这些仪器设备，雪龙二号的入列呢，我相信呢，应该为我们的南极考察和北极考察更增添了新的能力，也提供更好的条件。